是不是先来看台南最近三天又发生两件枪案，桂林一间邻家厝初时透早被人开十多枪，嫌犯随即向警方自首，也已经被收押，也不过被害人并没马上报案，警方是表示警方一定会侦办，会来调查看敢有共犯。桂林有一间人家厝兼工厂，初时透早被人弹十多枪，姓关的嫌犯犯案了后，直接早已犯案，用的两支枪向警方自首，目前已经被收押。柯姓被告经法官讯问后，坦承有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犯行。又被告因与他人纠纷而前往开枪，在纠纷未解决前，仍有再次前往寻求开枪之可能。有事实足认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，均具有羁押之原因。嫌犯犯案的动机，甚至警方是以前早无公开的理由无愿意提供。不过有风声讲，这个枪击案敢那是因为牵涉到债务纠纷，加上之前南区的枪击案，台南三日台都有两件枪击案，但是市长黄伟哲却拢无回应。伊那边台是鼓励警察办案积极，嘛希望市府会当有作为。三天前哦，还有这个追三党哦，李长沙请。所以要台东才要分配钱，但是问题是，咱台南的市民无法度分配讲性质是哪，还是另个是本土还是非本土的，所以咱才有法度知影讲，咱台南到底有安全无？那另外，我们也呼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吼，关于相关案件犯后的追查能力很强，但我们也希望能够遏止犯罪于事情发生之前。警察在台南非常辛苦。要去探讨的是把警力补足，让了警察有办法掌握到一些情资。这件规件枪击案目前无排除其他的共犯，嘛已经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